这个升降车上一直在这里，在给大家在报道比赛的情况。观众说，现在马蒙格同佩尔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向大家介绍情况。马蒙格先发球，发球以后抢二一板，1-0领先。马蒙格现在发一个近网短球，正手在抢过一板球，球界1-1。现在马蒙格在发球1-1。马蒙格现在发个近网短球，反拍在撩中路，正手侧边好球。马蒙格反拍在打，然后正手打中路，这个球出界了。现在马蒙格发球，马蒙格在打中路，佩尔森正手抢攻，球没有过三平。马蒙格现在领先一分，马蒙格接发球，先是撩一板过渡，现在双方打成4-4。可以看到这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，1-2、2-3、4-4。抢过一板，球出界5-5。反拍再打，正手，第二板，第三板。7-5，马蒙格领先。佩尔森回球，球出界，8-5，进攻的能力比较强，而且这成功率也比较高。现在8-5，马蒙格发球，反拍的打实界，正手侧顶板，球攻完以后出界。现在8-6，现在马蒙格发球，好球，换发球6-9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马蒙格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3分，佩尔森发球得一分，现在7-9，现在。马蒙格在回球时球出界了，抢过一板，好球。需要有意志，也需要有很好的步伐。正手再拉一板的时候，球没有过。马蒙格先过渡一下，反拍在中路，回球就锦标赛里面一直是名列前茅。马蒙格攻了一板，现在是11-10。这个非常的运转灵，马蒙格发球再得一分，现在是12-11，现在马蒙格发球12-11，其他不见球球没有过，13-11，发球球擦网了，现在重发，现在换发球，现在11-14，佩尔森发球，佩尔森回球球，现在看佩尔森发球，马蒙格接。11-16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1-16，马蒙格先窜了一下，哎，球过网以后落下来，过网也领先6分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马蒙格接发球不错，哦，球，佩尔森呢，力量太重了。现在是12-17，马蒙格再得一分，12-18。观众朋友，您刚才较量的时候，马蒙格就是尽量的给对方18-12，现在马蒙格发球18-12，马蒙格发个近网短球，再搓一板，在打对方的这个反手的时候，这球出界了，18-13，现在18-13，马蒙格现在领先5分。马蒙格回球球没有过，马蒙格发近网短球不让对方拉起来，正手抢过一板，现在18-15，这是马蒙格发球18-15。对方反手一撩，现在18-16，正手抢了一板，好球，19-16，现在换完球19-19。这个比赛是第二盘第一局的比赛，马蒙格反手在撩时球出19，现在17-19，控制落点，先搓一板，又打一板球出界，8-20。马蒙格回球，球出界了，接发球撩出了界外，20-20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我们看到佩尔森，我们向大家叫定队员呢，马蒙格发球20-0，抢拉一板，
再拉第二板。佩尔森发球。佩尔森反手一打，打了直线二十一米。芒格丢了一分，果断22-21。现在佩尔森发球22-21。这个正手的在攻球，球都打飞了，22-22，现在半罚球，现在是芒格发球，22-22。芒格反手再撩起来，芒格回球球出界，24-24，比22，佩尔森先胜了第一局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马文革同佩尔森的第二局的比赛。第二局的比赛里面，现在佩尔森以2-0领先。佩尔森发球以后，现在打得助攻，佩尔森在和对方在近台在攻，现在是3-0，现在佩尔森领先3-0。功夫在关键的时候，他心理的状态很好，一直在顽强的反击。那么最向大家介绍，这是第二局的比赛。现在马文革发球是1-4。第四板，零靠的四板，佩尔森回球的时候球，反拍在打球，拱网没有过。芒格发球得分3-5，三。正手再拉弧线球，芒格在回球时球没有过网，现在领先5分。芒格正手攻了一板，这球森以24-22获得胜利，拉一板弧圈，回球球出界了。7-10，芒格发球得分8-10，现在芒格发球8-10，双方展开对攻，发球9-10，芒格反手拿下这一分，而且在这个第二盘的比赛里面，这个佩尔森在落后很多的，现在是11-10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1-10。11-0，芒格接发球，反拍快攻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正手，好球，反手一过，然后就侧身，11-11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芒格敢打，敢于上手，也是尽了很大的力量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佩尔森发的近网球，芒格现在用正手，正手以后对方回过来了。芒格。一般的反手在拨了以后啊，就准备要侧身，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正手拉一板，芒格的回球球没有过13，在台正手一板，第二板连着打两板，现在14平，现在芒格发球14-0，好球，芒格撩对方的四，芒格把回球就能够取得主动，芒格在接发球前攻一板接球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6-15，芒格回球稍高对方的，佩尔森发球，芒格先搓一板，然后正手在前线再打，17-0。
17名。哟，下一碗球扑往车界。范志峰，这是第二盘的第二局，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，马洪哥以22比24输了，所以这局非常重要了。这是加强发球旋转变化，台内球往前一拨，正手好球，20比17。现在马洪哥领先3分，现在马洪哥发球20比17。马洪哥反拍再打，以后这帕尔森比分了。反拍再打斜线，好，帕尔森飞球球出界，21比18。马洪哥胜了第二局，双方的前两盘，前两局是打成1比1平。两局的比赛里面是打成1比1平，下面就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。现在马洪哥先发球，帕尔森反拍打了一脚。马洪哥反拍要发球，马洪哥发一个近网短球，反拍的撩时候球没有过，现在1比2，现在马洪哥发球1比2，马洪哥发球得分2比2平。里面这马洪哥和对方拼发球拼得很凶啊！现马洪哥发球2比2平，马洪哥发一直球，前锋一板，第二板，好球，3比2，尔森发球2比3，前锋一板2比4，现在佩尔森发球2比4。比赛，观众朋友，第二板佩尔森打第三板，现在4比4平。马洪哥侧身，现在是4比5，现在佩尔森发球4比5，这马洪哥领先1分。大家可以看到一发球以后，这个佩尔森现在是马洪哥在发球，反拍打斜线侧身好球，哎呦，这人的心理啊要稳定，发球得分7比6。大家看，马洪哥主要和对方拼发球啊，这发球连得2分了。马洪哥现在还是发进网，好球，要对方的斜线，8比6，现在马洪哥领先2分。这是第三局的比赛，反手再撩一下，再打球过网出界，球。马洪哥抢攻一板6比10，马洪哥自己也高兴，马洪哥以10比6领先交换场地，马洪哥的这6比10，马洪哥领先4分。现在是6比11，马洪哥现在领先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佩尔森11，哎，打飞了，咬的劲儿啊，能够松一点，现在13比8，马洪哥现在发球13比8，发球再翻一番14比8，马洪哥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6分。帕尔森把球搓起来，马洪哥在回中路的时候球出界了，这盘比赛的决胜局，反拍打中路斜线，在打的时候抢回一板，好球，15比10，这是典型的发球抢攻，现在是帕尔森发球10比15，帕尔森发球得分11比15。马洪哥反拍侧身第二板，11比16，马洪哥先发球抢攻，这球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2比16，马洪哥先发球反，正手抢攻一板，攻球球没有过，发球16比14。决胜局，现在马洪哥发球17比14，马洪哥发球17比14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17比15，马洪哥抢了他的连飞去，牵动着万人的心，18比15，现在搓一板18比16，
哇，拉开单位，19-16，19-16，19-16，马文革现在领先3分，19。接发球接了一板，这时候佩尔森马上侧身，17-20。马恩格接发球抢了，再攻一板球没有过，18-20。这个佩尔森呢，确实是经验真丰富，他那个球发得很刁，发个近网，现在反拍拨了一下，没有过。21-18，马恩格获得胜利。这样，马恩格在第二盘的比赛里边，以2-1战胜了瑞典的佩尔森。前两盘，中国队和瑞典队是打成1-1平。